好，我们来开始这个今天的讲解啊。今天我现在是在这个新加坡的金沙湾，然后呢，那边是，滨海湾啊，在滨海湾啊，金沙湾去了。同学们可以听到吗？我们来测试一下，因为我在这个路边，所以说这个声音可能会稍微的大一点。声音可能会稍微的这个稍微跟大家，然后对面啊，它这边对面是几个像大华银行啊，还有这个，你看那边是英国的汇丰银行啊，然后还有几个像巴克莱呀，像这个渣打银行啊，都是在这个对面。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滨海湾对面，就是这个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啊，几个像国际投行这种大的银行，他们这个在新加坡的办公室，他们写字楼都全部都在对面。那么这边风也是有点大，然后那边是这个他们这边这个金沙酒店啊，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很多人在这边拍照在。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跟大家去晚间跟大家去讲解这个我们的美洲盘。美盘的同学现在可以听到吗？美盘同学现在可以听到吗？我们来测试一下啊，我的网络稍微有一些不太好啊，这边视频会有点卡顿。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下午亚盘当中，跟大家进的这个，在亚盘当中跟大家进的一笔交易。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欧镑啊，今天是我们下午在0.9040进的欧镑，目前来看已经，从这个浮盈上来看，已经到了1:2.5了。所以说，我觉得欧镑大家可以去做了平仓了，因为这个交易我们是在日内短线当中去做处理的。这个欧镑的交易，我们是在这个短线当中去处理。目前来看是已经有了大概，看到现在是已经有了60点的浮盈最低，刚才突然间啪一波下来，到这个我们的预设的目标位。所以说我觉得在欧镑的这个交易当中，我们可以去做，等它再下来一点，大概是走到这个零点八九
850的位置。Sorry，0.89850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平仓啊。OK，这地方风太大了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在这边啊，在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夜景是最好的，所以说呢，今天也是选择在这边跟大家做解盘啊，海边的这个环境会好一些。OK，好，我们再来看木棒的话，其实这笔交易，我们在这个交易的属性上就没有给它去，没有给它去这个，没有给它去设定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当然，以我的一个对于欧镑的整个形势来看的话，我觉得总体做中长线是一个高空的行情，中长线是一个高空的行情。如果已经全部平仓的呢，我觉得还可以等它反弹上去，去找到一些。等它反弹上去，去找到一些高位，去把这个仓位补一点回来，就是做中长线啊，短线的话就可以全部平掉了，因为短线今天日内的目标到了1:2.5啊，非常棒。按照这个日内的一个按照日内交易的一个频率或者是这么一个胜率去执行下去的话，我觉得每个月4%、5%，那你的如果 risk 再大一点的话呢，可能10%那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关键是要怎么去。怎么去捕捉好的交易会？那么刚才我们看到4小时当中，它的一个收盘价，这个地方是收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 pin 棒啊。那么，在这种交易讯号和交易形态的这个出现之后，那么更加坚定了在欧镑当中逢高做空的交易思路。哎，我们可以发现，在交易当中，如果你能在行情出现类似于这样的形态的时候，那么它会给你的空头增加确定程度，增加确定度。它会给你的空头增加确定度。那如果今天收线以阴线结束的话，或者以收阴线结尾的话，那么欧镑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明天啊，它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行，可能会进一步往下走。所以说，对于整个欧镑的一个思路，我其实在本周周一的时候就跟大家去讲过还是以逢高做空。如果是中长线持仓的话，那么大家可以选择在围绕0.90到0.9000在这个区域当中去找到一些高空的交易位置。来，我把这个区域跟大家画一下。OK，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butterfly pattern 啊，一、二、三、换一个颜色。它也是在这个阻力区形啊，在这个阻力区附近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蝴蝶形态，黄色的786的经典反转，确认。OK，那这一波下来我觉得，刚才讲的就是做日内交易的话，就可以全部平掉。如果是想拿长线，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可以选择不平仓。但是如果是长线的话，止损可能会比较稍微大一点。我个人认为，做中线或者做长线的话，止损得放置在0.90967的位置，下方看到的目标也可能会更加远一些。下方的目标，我可能会看到，下方的目标的话，我可能会看到1:4。或者1:5的位置，1:4，甚至1:5的位置1:4的话就是0.89关卡价格，1:5的话呢，往下再走一点点，大概就是在0.88592的位置。所以说，中长线大家可以再继续去进行一些持仓。
那或者是等价格，如果平仓的话，等价格再上去一些，我们再去回补一些仓位啊，再进去也可以。啊，这是关于欧镑，不需要急着去在这个地方做多单啊，不要做反了。没有止损了，欧镑没有止损了。欧镑我们早上给的止损是在刚刚好是在这个零点看一看啊，入场价格是0.9040，对不对？止损我们是给到0.90，大概是24个点、25个点止损，没有打到止损。报价是这边是 LXM 普惠的报价。所以欧镑来看是没有止损的，如果是打掉止损的话，那是可能是因为止损放的，那可能是点差的问题，因为欧镑的这个点差会比较大一点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地方止损的话，可能是点差的问题。OK，这个不同的平台，它可能有时候在这个数据行情的时候，因为刚才今天有这个英镑的数据行情，在数据行情的时候，它就有这个它的点差是浮动的啊，浮动它会扩大，所以说这个地方有的可能被打掉了，有可能没有，就刚才就平仓了结了。那么如果被打掉的话，那就继续再做啊，继续再做。我告诉大家怎么做啊。回到这个0.9040，现在是0.9020，对不对？现在正在往上回抽啊，再继续入单。但是那这个单的话，我觉得就要以中线来作为一个考量了。那么止损的话就放在前高的上方啊，那这个止损位置会大一点，更加安全一些。那么我们就将下方的目标也看得更远一点，好吧？那入场价格还是不变啊，大家放在0.90，那入场价格还是放在0.9040。OK，0.9040，止损价格0.90697啊，不是啊，0.90967。目标呢，我们往下看，第一目标看到0.8900，1:2.5啊，盈亏比1:2.5。第二目标放在放1:4吧，啊，0.88啊，这两个关卡完下去。那如果是今天被止损了也没关系啊，我们再做一单这个中长线的，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幅度能不能在下周、本周、今天应该是不太可能啊，因为今天我觉得这个动能可能已经走完了啊，已经走完了。那么看下周，哎，是欧元往下跌呢，还是英镑往上涨啊，带动欧镑的一个下跌？好吧，这个是欧镑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啊，这是点差的问题啊，点差的问题。OK，看到了，刚才是因为英镑的上涨，对吧？英镑的上涨，你看英镑涨了一波又下来了啊，所以说带动了这个欧镑的一个带动了欧镑的行情。好，我们接下来讲讲英镑啊。英镑其实我今天有可能会去做空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英镑还是在一个这种反弹趋势当中啊，就不太是一个在1.27去入场去做多英镑的位置，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英镑现在大家交易多单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英镑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多单的。那么，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它没有办法持续上去的话，OK。啊，损了就损了，没关系啊，去再做，叫做不以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不以呃这个以这个这个损喜啊，不是不以损喜啊，就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吧？这句话改一下呢，就是不以赚喜啊，不以损悲。我们在交易当中要有这种心态啊，因为市场它的一个变化太快啊，一个变化太快。那我今天下午也是去跟这边的一个新加坡，我之前跟他联系很久了啊，然后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跟他去关于交流了，关于这个 EA 的一些想法。那么我可能会在明年啊，可能会在今年啊，可能会在今年3、4月份的时候吧，我可能会自己的这个 EA，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然后他这边是比较，他有个团队啊，然后是在做这个，他是在做这个编程的。然后呢，同时也是在全职从事外汇交易。那么他那个团队里面，现在目前是有三个部门，三个板块吧。首先第一个板块是负责策略的啊，负责策略的板块。第二个板块是呢，负责这个做这个编程啊，因为他的所有的 strategy 都是用 EA 再去跑啊。第三个板块就是做风控的，但是他的这个收益是，他的这个收益是不错的啊，因为从18年做到现在，他的账户最大的这个就是增长的幅度是800%。啊，就是4万美金，啊，4万美金翻了8倍，啊，翻了8倍。但是前段时间，就是上周，就在上，在这个我们当时在苏州做3天2夜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一个崩盘的行情嘛，对吧？但是它就那一段行情损失了挺多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做 EA 的弊端了，啊，它必须得不断的去 update 它的这个 EA 当中的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啊，当然这个也是市场它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当时那个他交易每日对吧，每日价格突然间打下去，然后他的 EA 也去执行了这个交易，但是那种速度止损没有办法成交，所以说最终账户的回撤也是挺大的。那么他的这个系统呢，它是这个样子，因为是比较激进的这个策略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回撤也是挺大的。我看了一下，它最大回撤是70%，70%到80%，也就是说1万美金你再投资的话呢，有可能在中途过程当中亏的只剩2000美金，但是呢，相应它的收益也挺大。所以说，在去年2018年一直到现在，它账户啊，它管理的几个账户最大的这个管理几个账户最大的这个这个增长的幅度是800%啊。目前来看，现在回来一半啊，只有400%了。所以他也是挺懊恼的，有些客户找他啊去谈了一些问题。啊，也有关于平台，因为有的平台没有这个强制平仓的价格。所以说，在风控方面，做得不太好啊，所以在最近他也是在跟那个平台，想办法去打官司啊，去聊这些事情。所以说，就跟他聊了一下，那关于在今年，我可能年后再过来去这个找一下他，然后把我的想法、我的策略跟他讲一讲，让他在3、4月份的时候，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 EA 出来，专门跑蝴蝶啊，专门跑蝴蝶。OK，当然就是EA 归 EA 了，就是他还是有他的这个，他自己也讲了，还是有这个市场当中像上次那种闪崩行情啊，这个是谁都没有办法去控制，并且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预料到的事情。所以说，对于这种事情呢，也是在做这个自动化交易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弊端啊。所以说，赚钱起来可能很快，但是如果是碰到这样的行情啊，运气不太好的话呢，就是也有可能亏损也会很大啊。所以说，这是值得大家去，他也是最近在反思这个问题，好吧？啊，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现在来看一看英镑，啊，现在看看英镑，目前来看，英镑走到了1.28点、1.27点87的位置啊，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今天英镑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情啊？就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多头行情。所以说，对于英镑来讲呢，它要是在1.28上不去的话，哎，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 false breakout 啊，就是叫做 fake，那就是机构多头故意引诱散户去追进的一个行情。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做多的话，如果是做多单的话，价格再次走下来，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如果他收线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阻力区。所以说，反倒我个人认为，在英镑在1.28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追空单啊。如果是做长线考量的话，那英镑的长线抄底的机会啊，就我们在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长线抄底的机会有没有来呢？我觉得还有待进一步观测啊。我不认为英镑现在是一个长线抄底的机会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杠杆交易当中，不是一个长线抄底的交易机会。我可能觉得还会有一次探底，然后再拉升上去。所以说，对于英镑来讲，我现在没有做长线空单的打算。OK，另外形态方面也不太支持啊，形态方面也不大周期的主场啊，这是英镑。所以说，英镑在今天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它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突破的话。如果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突破的话，英镑我会在今天晚上去进入到它的空单，啊，这是4小时，OK，啊，1小时当中也有一些短线的蝴蝶机会，啊，有一些短线的蝴蝶机会。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 Eurodollar，那么欧元的观点啊，我的观点还是不1.2540这个地方，其实它跟英镑有点像啊，就是说有可能会去形成一系列这种假动作或者是假突破的一个这种一个形态。那所以说今天对于我们对于欧元的分析就是说，它到底是否是长线的反转，或者是中线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落啊，一个反弹行情，还有待今天的收盘价格来确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欧元现在是在1.25、1.1527的位置，对吧？那它要是今天收盘价格把昨天的一个红色的阴线给吞没上去的话，engulfing 把它给吞没上去的话，哎，它就是一个 trend continuation 啊，它就可能就是一个继续走强的趋势。但是如果今天收盘价它没有办法打破啊，它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前面昨天的一个。啊，昨天的一个高点，或者是没办法吞没上去的话，那这个地方我认为双顶形态。所以说，对于欧元的观点呢，包括我对欧元的一个交易的策略，个人觉得还是逢高做，除非它有形成破位上去。也就是说，昨天的最高价格，它如果今天有办法把它突破的话，这个地方它有办法再突破上去的话，我就可以在下周的话，可能要调整一下对于欧元高空的一个策略，可能要转向低多了。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它一旦走上去，也可能会是一个有可能会是一个多头持续反弹的行情。那所以说，对于欧元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现价，如果是要去现价，如果是要去追多单的话，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一些啊，大家不妨再等一等。Mary 姐说 EA 能不能来澳洲演讲啊？到时候可以啊。明年，就不是明年啊，已经2019年了。我在那个日期上还写的2018年啊，最后搞了半天还挺麻烦的。在今年可能在看到3月份、4月份的时候吧，就年后的这个几个月份当中看，有没有这个时间来澳洲来一趟，在这边做一期互给的一个在这边做一期互给的一个讲解。关于 EA 的话，我这边还需要跟他再去商量一下，因为我刚才今天下午跟他谈了一下，他在年后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啊，所以说年后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来一趟新加坡啊，来一趟新加坡跟他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下来。OK，到时候如果做出来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直接 copy 我的那个交易啊，我把这个账户给大家，大家直接在那个 MT4 当中去 copy 我的交易。OK，好，这是欧元。好，再看一看 Aussie Dollar。当然，我不会采取那么大的风险嘛，因为它的风险很大，它的一些策略当中会使用到锚定，
马丁策略大家知道，用得好就可以就可以增长的速度很快，用得不好的那就这个比较危险啊，所以说它是比较激进的策略，但是我不太推崇它那种，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但是我可以在它的这个帮助下实现我的实现我的这个自己的一个策略和系统。OK。好，关于澳币，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澳币是走到零点，币是走到0.71啊，0.71。那么我们昨天也是有一单，不是昨天啊，是前天有一单澳币的空单啊，是早上这个在今天早上亏损30个点出局。目前来看，开始先不去做空单啊，澳币目前来看反弹有一些，反弹趋势有一些明显。这个地方在50日线之上啊，这个楔形结构我们看到在0.72关卡明显是已经上破了，所以说，对于澳币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是一个大的拐点啊，接下来需要等待一个低点的确认。那我们把这个画的明显一点。OK，它需要等待一个这个低点的确认。来，哎，进一步形成这个趋势当中的一个特征的一个这个低点的确认，来形成这种特征的确认。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啊，就是高点变高，低点变高，哎，就有可能是反转趋势或者是一个多头行情。所以说，对于澳币来讲，我觉得最好的选择是先再观望一下啊，耐心等待一个回调再入场也不晚。好吧，所以说对于澳币来看的话，现在在0.72670.72267，我就不打算再去做空单了。那多单的话，我也不会以现在这个形态入场。OK，那多单要以什么形态入场呢？哎，我觉得就是用一个 pullback 啊，它 breakout 它的这个关卡价格之后呢，pullback 到均线附近啊。我通过这个格兰币巴拿法则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再回到均线附近，我以一个更低的成交价格，一个更低的风险来去形成一个对趋势的确认买入啊，这是澳币。啊，现在这边人渐渐多起来。我这边网络不太好，所以说他这个视频即使我把它关掉了，网络不太好，所以说把视频关掉了。OK，好，台湾的 Gary 同学跟我说，他说，这个持仓会冒冷汗，这要怎么办？大家有这个问题吗？现在持仓会不会冒冷汗？持仓冒冷汗会怎么办？啊，这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持仓冒冷汗说明两个。持仓如果冒冷汗这种现象，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仓位是不是比较重啊，对不对？这或者是这个亏损你承担不起。那这个亏损你承担不起，那可能是这个你的这个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就是获利的一个欲望太强，而导致市场当中它可能有时候需要走出你的那个方向啊，需要走出波段了还没有到，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去酝酿这个行情。那么在这种酝酿的过程当中，如果自己耐心不够，而去使用了这个仓位比较大，甚至是在亏损之后不断的去 ladder 啊，去增加你的这个仓位的话，它可能就会成为这种冒冷汗的现象。所以说，怎么解决呢？还是那个方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在市场当中指望一夜暴富，或者是我一笔交易就挣他个20%。这种现象我觉得可遇不可求，不是没有，就是有可能像上次那个欧元的行情，对吧？像这次美加的行情，有可能你再做到高位的话，一波下来啊，一波下来的话，有可能会10%、20%。但是很多时候你需要耐心去等待这样的机会出现，不是每天都有。OK。我觉得关于这个心态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以后的，等我回去啊，回去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讲，具体怎么去控制这个心态。
也有报表，对，下回谈到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给你每年百分之八百的回报，你愿意用80%的回撤去换吗？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大家，如果给你每年800%的回报，你愿不愿意用80%的回撤去换？假设我们预定这个条件啊，预定这个背景，你愿不愿意用80%的回撤去换？那我回答他，我说我不愿意，我宁愿我用每年是100%的回报，我宁愿只用20%的回撤去换。因为一旦亏损80%，从这个心态上来讲，其实是很难去 control 的啊，去好的心态。所以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关键是这个你是什么样的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或者是再去选择什么样的策略。风险偏好比较低，那你可能选择这种高风险的策略。OK，好，再来看一看纽币。纽币，纽币现在也在走高啊。纽币现在这个 downtrend 已经开始变成 uptrend 了。你看它的高点变高，低点变低，对吧？这种特征是挺明显的。所以说，纽币其实最好的，我们如果是做顺势交易的话，你不去看的这个 trend 的话，更好的选择是逢低买入，等待一个低点的确认，然后就可以做多单了。所以说，纽币我个人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现在，因为整体来看，美元还是在走回调行情。美元现在是，包括最近人民币下跌等等等等。那美联储在这个今年开年的时候也是释放了非常善意的讯号啊，就是这个加息的一个整个预期或者温度要降低一些，速度我们要把它这个把它减缓一点啊。所以说基于这个考量的话，对于纽币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操作的方向或者策略，选择逢低买入是会比较安全一点。那这个低点的话，等待市场给到一个有效回调啊。像这种逢低买入的话，或者市场给到有效回调，它其实比较容易形成这种中期形态。来，我们来举个例子。这种中期形态。三角，OK，好，那现在是又破上去，再形成一个三角，就可以做多单了，就可以做多单了。上方目标如果是要去做多单的话呢，需要去等待一个比较好的低价就是逢低买入，等待一个比较好的低价越接近线，它的一个入场价格会更加好一些。OK，那所以说，接下来观测的一个位置就是0.68，等它回调下来，做多单，止损放在下方，目标看在0.69，损益比也是还可以，这个大家自己去，大家。没有。0.678的多单需要的，他走就是等他走到这个反转去。
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这种双顶啊，或者有一些拐头的迹象。哎。现在感觉有些遇阻的迹象，我们再去手动平仓。那这个调整，它就出现一个比较的错误。跟踪这波走势，而不是在这个0.68去设置一个。稍等。无需是。大概是不会选择这个设置一个具体的值，因为它有可能会去。黄金啊，黄金的空单继续持有，黄金这个是真的挺磨人的啊，怎么说呢？波段的增加，这种频率的增加，其实都是。
啊，有一些类似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头部信号，其实很简单。OK，非常类似，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黄金强投影也是这时候走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不太适合追多单的，啊，这是我比较反对大家去在黄金在1200这个地方去当比较强的自己。接下去的话，那么在4小时当中，我们要把，对不对？你看，啊，这个地方它如果往上去震，它就有。往下破，对吧？好，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在走空头，所以说我也去做了相应的计划。那么，一个这那么简单，不需要想太多啊。它如果下破，我就获利；上破，我就走。声音在颤抖。
新的高点的话，往下破位1000，这个比较急。那我就继续去红头。啊，美元对加币出现的50。大跌到1.32。一个这个妇女怀孕了一样的一些。运线在它就做是一个中断，那么它更多的是延续讯号，延续到什么了结？来看的话，美加在它是一个下破的一个下克，就是周三对，打破掉周三的低点的话，
其实说交易它比较考验人性的，就是在于止损止完了，这个全身心。你看这种买盘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对不对？在。大的方向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多头市场。这是我的建议。它既是一个反转的讯号呢，它的趋势继续。今天它有下破的迹象，所以说像这种，
去接受他就好了。顺便的话，将止损明显连续的这个阳线的上涨的幅度和力度也是比较大，所以说不需要去这个形态是不太不太符合。Thank you.